先观想供养啊，有香，一定有花、水、食物各种。来，香花灯土果，香花灯土果，茶食宝珠衣，茶食宝珠衣，供养三宝，供养三宝，嗡阿吽，嗡阿吽，供养护法善神，供养护法善神，所有神明，所有神明。加拿大，加拿大及蒙特罗地区，及蒙特罗地区所有护法神王，所有护法神王，魔王鬼王，魔王鬼王，护持法会，护持法会，同享功德，同享功德，嗡阿吽，嗡阿吽，所有功德，所有功德，供养六道轮回父母众生。供养六道轮回父母众生，嗡阿吽，嗡阿吽，供养个人累劫累世，供养个人累劫累世，父母祖先，父母祖先，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嗡阿吽，嗡阿吽，供养韩国地区，供养韩国地区发生踩踏事件，发生踩踏事件，150多人往生者，150多人往生者，嗡阿吽，嗡阿吽。那这边是蒙特罗，看到很多法国人啊，来供养所有往生法国人，供养所有往生各国人士。越南地区，所有众生亡魂，同享法会功德，嗡阿吽，会念辨识咒，各位就观想上供下施啊。那么沙瓦当那耶多，那只能上不来上，那么沙瓦当那耶多，上不来上班，那么沙瓦当那耶多，上不来上不来，吼，那么娑罗波耶当那耶多耶，大智达，哦，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娑婆，那么娑罗波耶当那耶多耶，大智达，哦，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娑婆，那么娑罗波耶当那耶多耶，大智达，哦，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唵耶耶那娑婆哇哲来吽唵耶耶那娑婆哇哲来吽唵耶耶那娑婆哇哲来吽。好，大家请放掌。
我们大家能够来到观音寺，在我们越南大和尚的主持，还有我们今天我碰到刚刚此地的当家师父胡慧法师，还有我刚刚中午先到我们沉水寺的住持通净法师啊，然后我也在那边做了简单的洒净。那感谢我们大和尚当家法师通净法师的慈悲，然后让我们能够在这边一起共修。所以我刚刚讲到我们当家胡慧法师在那边帮我们做电脑 YouTube 的转播是吧然后水哥今天脸要好看一点多人在看现在有电脑很方便，网络很方便，然后大家一起来共修。但是有一点大乘佛教的基本就是慈悲心，大悲为根本，所以我们在做各种的修行都一定要连线，跟什么连线？来念一下，地狱道、恶鬼道、动物道、所有人道、天道、阿修罗道、声闻缘觉、菩萨、诸佛净土、连为一体，那就要如此这个叫广大心如果我们只关心自己的事情，那这个叫我执了会有分别心了。当你的心融入于十法界的时候，那我们叫心佛众生合为一体，这个就是大乘的空性所谓空性，是我们跟万事万物产生关系，产生连结。哎呀，我就是英国人，我就是法国人，我就是韩国人。所以佛教讲空性，告诉我们一个：离开太阳，你不能活，所以太阳就是我，我就是太阳。离开水，我不能活，所以水就是我。那我讲佛教里面要我们有这个互相依赖、互相助缘、互相帮助。没有单独的存在叫空性，也因为互相有关系，所以一切都在变化，跟天气、太阳、月亮，一切都在变化，所以佛陀才会告诉我们诸行无常，因为互相影响，诸法无我，没有单独的存在，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凡是因缘所生法的本体都是空性。为什么没有单独的存在？就像这些花，它的名字叫花，有各种的颜色的花跟树叶合起来，但是各位都知道它叫碳水化合物，它哪一天呢烂掉了，就丢在垃圾土里面，又融化掉了，没有花的真实的存在，花只是一个名字，但是不离开太阳、水、泥土、矿物质，离开花不存在。所以花就是太阳，花里面有太阳，花里面有月亮，花里面有风、有空气、有矿物质等等，但它名字叫花，但是它的本体是空性。所以我这个我是不是我的各种元素所组成的，所以我们叫五蕴皆空所以由身心我们叫色受想行识这五堆东西合起来，然后呢假名为我，这样麦克风由非麦克风的元素所组成的，那这个叫智慧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当你有这个智慧去了解万事万物都是互相连结的、互相影响的，没有单独存在的，所以存在的意义就是念一下帮助众生、帮助世界来圆满自我所以这个就是大乘的思想，缘起性空，空性大悲心。那各位要有这样子的思想。当然很多人有时候会问我一些哎呀师父我肚子痛怎么办，那我说你做各种修行都可以就回向给所有肚子痛的人，
以及制造肚子痛的业力替他忏悔，制造肚子痛的冤亲债主帮他超度，那你的肚子痛没白痛。但是我不会回答说你这样肚子就会好，为什么？他又多一个自私。原来我念经是希望我肚子不要痛，那这个自私那就不是大乘佛教。你要发的愿，愿这个世界只要有一个众生肚子在痛我就痛，这个叫菩萨。所以每一个佛菩萨永远都在痛。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先了解，学大乘是学什么的？永远的痛苦，承受所有生命的痛苦，但是永不退转，这样直至永恒，这个叫佛。所以我们经常念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很多人就开始研究，哇，空性什么叫行深般若，如何没有我，然后我就可以照见五蕴皆空，这还是自私的。观自在菩萨的观是什么？当他在承受所有生命的痛苦，像每一个细胞都在烂掉，里面的都是虫在咬，然后呢随时在被杀流血，在烂的过程里面，他感觉到很快乐。为什么？所有的痛苦的众生我能够承担，我安住在无我的空性而放光，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蕴皆空，没有我在受苦，不是不在受苦，随时在受苦。但是他认为那个苦是众生，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我就不离开受苦，免得忘记众生苦。所以有一句话叫善思如母重，难忍无量苦。各位要，我们要经常去思维这些母亲众生所有的痛苦，但是没有办法忍受他们一点点的苦。就像做妈妈的，做过母亲，生过小孩，他就了解小孩的苦，因为小孩是从他生命里面出来的，一点点苦都不行。所以佛教有一句话，来，自私就会痛苦，慈悲才有快乐，为自己的都是痛苦啊，这个痛苦解决不了，但是为众生替众生受苦，那你会觉得非常有意义。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叫慈悲。所以很多人说我要解脱生死，我不要痛苦，那佛教说那你要有空性，根本没有你，痛苦是存在的，痛苦是这个世间的真相。这个花随时在痛苦，因为它在生灭。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不一样，不一样，因为随时在变化。但是你执着有一个我，那你会痛苦，因为无常、苦、空、无我啊，这个无常痛苦本来就是永远存在的。如果你想脱离痛苦，那没有资格叫大乘佛教啊，我赶快证阿罗汉，没有痛苦，这样而已啊。但是阿罗汉也是一个方便的讲法，为什么？佛陀在妙法莲华经说唯有一乘佛教，阿罗汉，正的阿罗汉。所以很多人问我说，师父为什么阿罗汉还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什么十方净土啊，阿罗汉不是解脱了吗？他讲的是心可以解脱，但是他的轮回还存在，他心没有贪嗔痴，你砍他杀他，阿罗汉不会生气，他就知道痛。所以阿罗汉都想要赶快入涅槃啊，停止痛苦一下，因为活着就是痛苦。但是事实上，所以佛要请这些阿罗汉，在没有佛陀的时代，你们赶快发愿往生净土，所以中品终身，甚至妙喜净土充满阿罗汉。意思是说，这个学佛只有一条路，成佛没有办法，只有一条路啊，阿罗汉是个方便，成佛才是究竟。那是成佛跟不成佛外表都一样，但心不一样，因为他觉得没有我在痛苦。所以各位，这个痛苦反而是你开悟最好的方法，因为痛苦就知道啊，我没有空性啊，我有执着，我想要排斥痛苦，我要得到快乐。那时候你赶快忏悔，赶快修行，赶快思维空性，赶快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那我认为大部分的人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他只想要师父你帮我超度，我寄钱给你，赶快
啊，我说我自己都很痛苦了，不然我干嘛出家？啊，我在家我也很会赚钱，我也有很好的过去啊，但是我觉得还是痛苦啊。然后也和我说，那师父你到现在还是痛苦啊，但这个痛苦让我有惭愧心，因为我没有安住空性。这个痛苦更大惭愧心，我不慈悲，我只想要解脱自己的痛苦。那地狱的痛苦怎么办？那些动物天天要被杀怎么办？啊，所以佛陀也跟我们说，各位最好不要吃肉，因为如果你美其名说你在修佛教，大乘佛教，你还在吃肉，佛陀说这个人连慈悲的种子都没有啊，不能说他有悲心，连种子都没有，因为明明知道那些动物都被杀掉了，啊，虐待的过程。当然有人跟我说，那佛陀说三净肉，哎，那佛陀说三净肉是方便说，是在因为刚开始佛教弘扬的时候，印度的修行者都是为解脱而修行，那佛陀至少告诉他，你不要去杀活的，但是那些肉都谁变的？是佛陀变出来，佛陀的身体。所以在佛陀时代吃的肉都是佛陀的身体给他们吃的。那佛陀在《涅槃经》说了，我死亡以后，他圆寂以后，那一切佛弟子不分在家出家，不得吃肉。为什么？那是真的有痛苦的肉了，被杀掉的了。啊，所以如果站在要超度众生，连死的你都不能吃他的肉，因为你吃他的肉跟他结恶缘，就不慈悲。当然这个道理各位一定要知道，但是你现在还没办法吃素，所以你要怎么办？惭愧心啊，要吃之前念个十声阿弥陀佛或观音菩萨或药师佛或是吹肉往生咒给他超度一下，这样。但是也要发愿，我吃了你的肉，我将来一定要度你啊，这个叫四缘戒三昧业戒，我吃你的肉，但我一定会度你。这个观念我们要建立好。所以我来简单的谈一下佛法的重点。学佛有三个重点，念一下：真上心、出离心、菩提心，就是三个。中国八大师叫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啊。下士道就是希望暂时离苦得乐，不要生病，来世升天，家庭圆满，赚钱啊，不要堕落三恶道，这个叫真上心。真上心就要怎么做？念一下：深信因果，相信业报，六道轮回啊，善恶业报是有报应的，因为善恶业报产生善业在善道，恶业在三恶道，但是六道里面还是轮回啊。但是这是真实存在。那在日常生活，各位叫孝顺父母，守戒律，布施啊，而得人天福报，做人或升天的福报。所以那各位呢，学佛的入门就是一定要相信善恶业报，六道轮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刚刚的道理。所以痛苦来了多忏悔啊，平常多修福报，念一下：布施得大富，持戒得升天，忍辱相端正啊。所以忍辱的功德超过于布施持戒，你布施一千万，哇，很多钱，但是忍辱五分钟就超过前面。但是你有布施一千万，一定有福报，结果你生气了，啊，这个一千万就变500，500变200，然后就没有了，火烧功德。所以你要有世间的福报，有钱，又有升天，又相好庄严，口才好，要修忍辱，精进，去布施持戒忍辱，那你得到人天福报，我们叫福德资粮。那第二个呢，出离心，那就是一个解脱的心态，大乘叫空性的心态。那我想各位在这一点怎么去做？很多人说，那我赶快去打坐，去出家，脱离。那大乘不这么说，大乘的出离心是什么？来，皈依三宝。皈依三宝。对了，念佛、念法、念僧，转念的意思了。
啊，痛苦来了，赶快念佛，啊，念法的空性，念身的悲心，所以这样来超越它。但是如果一个人想要结束痛苦，只想结束痛苦，那又变成入小乘解脱道。所以我们讲呢，出离心是不被痛苦所污染，所以佛教用莲花代表，痛苦来了，我可以接受，这是我的业报。痛苦来了，我可以借机会忏悔。痛苦来了，我才知道我有一个我执，没有空性。站在菩萨道，还把这个痛苦来了，我可以理解体悟别人的痛苦，而升起大悲心。为了要帮助其他众生离开痛苦，所以我愿成佛，叫菩提心呐。所以大乘佛教就直接把出离心转成利他的菩提心。但是痛苦还是存在，所以很多人就问我们，为什么要到寺庙来？师父，你为什么要出家？出离痛苦的家，出离轮回的家，出离烦恼的家。出家不是离开，离开就是自杀，没有意义啊。所以我这个贪嗔痴，我排斥痛苦，我追求快乐的心，那都是虚幻的，我不要被它绑住。快乐我赶快拿去给别人快乐，痛苦我来消业障，承担别人痛苦。所以快乐痛苦永远存在，但是拿它来做修行的助缘，把快乐给众生，把痛苦我们来承担。这样修慈就是给众生快乐，悲就是承担乃至结束众生的痛苦，然后永远保持慈悲。我想妈妈100岁长忧80儿，妈妈活到100岁要死了，还在烦恼她的80岁的儿子，是妈妈永远爱儿子，她断了气还在爱。所以为什么爱？担心她受苦。所以真上心，各位知道了，出离心了解了，所以我们叫修大悲菩提心，为了帮助众生离苦，所以我要成佛。为了要成佛，所以平常我要修四无量心，我们叫世间慈悲，慈悲喜舍，而走入出世间的修行叫利他自利，这叫六波罗蜜。念一下：以布施消除悭贪，以持戒消除毁犯，以忍辱消除嗔恚。对别人穷人你要布施，那布施的过程你也要消除自己对金钱的占有欲。你光布施，哎呦，我布施100块，我下回可以赚10万，哇，我有钱了，那这个叫人天福报，跟成佛没关系，你还有执着，所以你一样要布施。但是要记住，钱不是我的，钱是众生的啊，所以也不能让自己有对金钱的执着吝啬。对别人要持戒，不要伤害对方啊，一定要。但是对自己持怎么戒？愿我永远没有伤害众生的一点点心态或行为。啊，守戒律是要守护我们的悲心，但对别人不伤害，忍辱度嗔恚。我想你给他钱，你要守戒律，对方还是在找你麻烦哎。对，所以你还是要忍。这个忍辱分三个。众生忍，就其他的众生啊，包括动物啊，干扰你啊，人干扰你啊，你都要接受。再来法忍，法忍就是生老病死啊，气候变化啊，这些你也要接受。那透过这样的忍辱，你才可以开发圆满的忍辱的智慧，叫空性啊。所以要用智慧去布施，用智慧去持戒，用智慧去忍辱。那什么叫智慧？就把不智慧的消除掉，悭贪，刚刚讲了悭贪，伤害众生的心态，然后嗔恨的心态，你要消除掉，啊，然后精进度懈怠。而各位既然听到这个道理了，你就要精进，你不能说礼拜天休息这样，啊，修行没有休息的一天，那包括睡觉做到不好的梦就要跳起来这样，所以因为保持修行的心态。这叫精进。然后如果以这个做基本，禅定度善乱，所以你的心能够专心在慈悲，专心在思维菩提心
啊，专心不离开空性，这样叫禅定。般若度愚痴，那你已经证入空性了。证入空性，你就可以下地狱，身体被弄得烂烂的，但是你心里还是慈悲，啊，不觉得自己在受苦。这个叫般若智慧，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所以你就能够照见无蕴皆空，能够心无挂碍，能够成佛，能够帮助众生真实不虚。那后面讲的这个叫菩提心啊，所以大家再念一次，来，真上心，出离心，菩提心，啊，那这个叫三世道。但是你不是说我后面在修菩提心就不做前面的工作，你还要老实孝顺父母，持戒布施，啊，相信因果。但是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你内心不觉得是我在做，啊，没有一个我，一切都是为了圆满菩提心。所以不离菩提心变成我们的戒律，所以我们大乘佛教，我们越南佛教最重要的叫受菩萨戒。调查一下，已经受菩萨戒的举手，那么少。好，事实上密宗里面每一个灌顶都受菩萨戒，不然你就没灌到。咒语的每一个灌顶都是一定要受菩萨戒，不然你就不得灌顶啊。但是那个我们就变成入门了啊，我们修菩萨道不分在家出家，就是入门，就是你一定要受菩萨戒，然后受了菩萨戒才开始修行，叫三大阿僧祇劫，要去圆满种种的波罗蜜等等啊。所以第二个我要讲一本大乘起信论吧，还是大乘庄严论，里面讲的成佛六法重不重要？重要。然后成佛六法他把它做成一棵树，我们叫成佛之树。那这一棵树是怎么修呢？可以成佛呢？因为我看到前面有一个菩提树啊，啊，所以每一棵树，菩提树就是成佛的树，所以大乘佛教很喜欢看菩提树。跟我念一下：大悲心为根，大悲心为根，忍辱为筋，忍辱为筋，利他思维为树枝，利他思维为树枝，发甚深愿为业，发甚深愿为业，得甚深处，得甚深处为花，为花，普度众生为果，普度众生为果。先背前后，因是什么？大悲心。果是什么？普度众生。离开慈悲就没有成佛了，不可能普度众生啊。那以慈悲心做根本，这叫树根。那既然你修慈悲心了，忍辱为树精树干。各位发个愿吧，从今天开始到死打成肉酱都不要生气，这个叫慈悲的根本啊，因为你要修慈悲心，所以，但是不慈悲，你经常念头会起来，这个是，所以你要受戒嘛，叫慈悲为戒律，忍辱为戒律，波罗蜜就是戒律。然后在被伤害的时候，还想着对方好，叫利他思维为树枝。所以佛陀在《金刚经》里面，忍辱仙人被割力王慢慢割身体、挖眼睛、挖耳朵，他想的是什么？谢谢你成就我修忍辱、修空性，我将来如果能够因为这样成佛，因为你帮我，你杀我，我才可以修这个，能够成佛，我第一个度你，这个叫空性，《金刚经》的空性。因为没有我在被你杀，只有你才是重要的。所以各位千万不要有不好的想法啊！不好的想法，想要对付对方，想要告对方，想要舍弃对方，那这个就不是利他的思维。所以很多人很想离开，我说离开，你为什么不离开你痛苦的身体呢？我怕死啊。对啊，啊，你可以把不好的朋友把它舍弃掉，但是你为什么不舍弃该舍弃的呢？那就是你那个想舍弃对方跟对方对立的心态要放下。所以不改变业报，你改变100次婚姻也没用啊，不改变想法
那你没办法改变命运。所以既然各位听了佛法，大悲心为根本，忍辱为精，利他思维为素质，那你就一定要这么做。所以叫成佛六法，如果你想要成佛，没有理由说不要或要啊，一切随缘接受，你现在来的都是你的因缘啊，你要接受。那以这个做基本，慈悲忍辱利他思维而发甚深愿力，我一定要成佛，为了要成佛，我要往生药师净土极乐世界，都可以发这个愿。我要成就释迦牟尼佛的五百大愿。今天你住在温哥华，你住在蒙特罗，这个社会需要我们做什么？昨天晚上他们开车送我回来，路边都是鬼啊，他们都很喜欢做的鬼的样子，对不对？然后这边跑来跑去，万圣节。当然我觉得他们不了解，事实上真的有鬼嘞。但是你不能拿鬼开玩笑，对啊，因为他们很痛苦，要帮助他们。所以刚刚我也念到，我们要今天大家共修乃至一起修行的功德，会像韩国的踩踏事件乃至世界各地所有痛苦的友情啊，这是我们慈悲为根本嘛啊。所以那各位要发愿，那发愿以后你才可以成就佛果，我们叫甚深处。处就是说你达到了那个阶段，或是你从净土证得空性不退转，乃至神通哦，各种力量又回向娑婆度众生，最后成佛。所以而开这种花，然后最后普度众生才是我们的结果，成佛不是结果啊。有些人说我想成佛，我要研究甚深的教法，我要到处灌顶，我天天要干嘛干嘛，他就忘了众生苦。就像爸爸妈妈在生病，然后说我要去闭关，我要去修行，爸爸妈妈在生病啊。所以我师父才跟我说，如果你要去闭关几天，要花一半的时间忏悔跟超度众生才可以，替众生忏悔，然后超度无形的，你不要每天跟人打坐研究经典啊，你会生病，因为离开悲心。就算不得不短时间的离开世间，也要精进的为他们忏悔，天天为他们超度啊，用各种方法帮助六道众生。所以这个成佛六法大家背一下来，大悲心，大悲心，忍辱，忍辱，利他思维，利他思维，发大愿，发大愿，成佛道，成佛道，度众生，度众生，普度众生为最主要的。那当然佛陀用树来比喻，就是说，因为我们天天都在看树，所以你看到树，马上要想到这个道理，啊，所以为了让这个树繁茂，在普贤恒愿品要一直浇大悲水哦，给它浇水，啊，所以浇大悲水才可以成就菩提花，是吧？能够来帮助众生，这个是最重要。然后我平常我喜欢念我自己定的方法，我今天带着各位。念一念啊，念一下，慈悲如大海，慈悲如大海，信心如阳光，信心如阳光，智慧如虚空，智慧如虚空，菩提如高山，菩提如高山，忍辱如大地，忍辱如大地，精进如大风，精进如大风，功德如树林，功德如树林。众生是父母，众生是父母，世界是道场，世界是道场，佛道愿早成，佛道愿早成，普度诸众生，普度诸众生。我每天念啊，然后因为每天都在外面跑，看到水要修慈悲心，慈悲如大海。所以祖师说什么修慈悲心呢？就像一百只野狗要咬你，你要跑，不跑你就被咬死。慈悲不能软趴趴的啊，要如大海一样澎湃，要如被野狗乃至骑着野马在跑一样的冲，因为众生太苦。所以弘一大师说了，世门常掩勿忘世神，世上苦人多
啊，我们各位在家里都有佛堂呢，经常门关着自己拜。你要看外面，勿忘世间苦难多，苦人多。拜佛都是为了众生，点香也是为了众生。所以各位在这边，当然很多人跟我说：“哎呀，海涛法师，我听说您很喜欢超度，我也想要学，但是我怕鬼。”因为你没有修悲心，你想到鬼的不好，你要想到鬼的苦，就是慈悲吧。啊，妈妈老的时候失智啊，怎么样啊？但是你想到妈妈为你付出的那些，她再怎么有大病，她再怎么失智症，她再怎么骂你，你都不会放弃她，因为你有感恩的心，也知道她为我们付出的这么多啊。所以慈悲如大海，各位要澎湃接受一切。再来，信心如阳光。那虽然我们有悲心，但是有时候做不到，所以你要祈求观音菩萨，这边叫观音寺，祈求。我刚刚进来看到地藏菩萨，好庄严啊！哦，这边有本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各位要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佛菩萨。啊，事情来了，你不要想东想西，忏悔修福报。念佛回向，发愿，愿三宝安排。用自己的想法就是用心机了，啊，所以要，如果一个人对佛菩萨有信心，那信心像阳光一照下去，那个冰块啊都可以融化掉，代表你的烦恼业障都可以消除掉，啊，得到甘露的灌顶，叫信心如阳光。再来。智慧如虚空，智慧如虚空。什么叫虚空呢？装载一切。虚空不会说哦，我只装中国人，不装法国人；我只装有钱的，不装穷的。啊，就是因为虚空，所有一切他都能够接受。这个叫智慧，了解一切的本体都是空性，啊，了解一切的用处。这个花怎么用？那个这怎么用？啊，所以没有排斥。吗啡有人说不好，但吗啡是最好的药，啊，看你怎么用它而已。所以我想各位要，我经常劝人家，我也很喜欢。如果我去顶楼，我就会望着上面的云，哇，好大，而且变化无穷，这里面空无一物。啊，我们所认为这个世间真的东西都像云而已。所以什么叫善知识？当你在看电影看得很精彩，喜欢的要死或怕的要死，对方给你拍一下肩，哎，电影那是假的哦。啊，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像云一样，如梦幻泡影。但是却各位要懂得利用花、生命、钱、感情怎么用。但是各位，你想事情啊，利他的思维，不要光想我的道场、我的佛教。我的国家啊，所以利他的思维，这种智慧或禅定，是来自遍一切处为众生想。所以各位站在经典上，你要去了解六道轮回、十法界；站在这个世界，各位要去非洲，各位要去其他国家，乃至用尽办法去了解所有生命、所有文化、所有政治，如何让它更好。智是了解一切，慧是不分别一切啊，然后你的心量才会广大。所以再背一次，来，慈悲如大海，慈悲如大海，信心如阳光，信心如阳光，智慧如虚空，智慧如虚空，菩提如高山，菩提如高山。啊，当你想清楚了，众生都是母亲，诸佛菩萨加持不可思议。然后呢？所有众生轮回的苦，所以什么叫智慧？文殊菩萨说，了解六道轮回众生的苦，名为智慧。啊，不是光看经典，你要切实了解。什么叫了解？你爱你爸爸或爱你独生子那种了解，啊，接触众生的苦才有智慧啊。所以为了如此而发起坚固不变。一定要成佛，一定要让所有众生成佛的菩提心，所以叫菩提如高山。
然后你发起菩提心以后，那你就要修忍辱了。啊，菩提心就是把自己奉献给众生，愿众生都成佛，愿带众生得离苦，带所有众生的痛苦，愿所有众生都就近大乐，让所有众生都成佛。那你从现在一直到所有众生未脱离轮回之间，你要像忍辱，如大地一样给你泼大便，给你踩，给你踏，伤害你，毁谤你，称赞你，你都会如如不动接受一切，忍辱如大地。那开始就要开始修功德了，功德如树林啊！所以各位，佛陀说，不要因为小小的善业你就不做，是吧？不要因为小小的恶业你就不怕做。天天想尽办法，走到哪里念佛，撒甘露，每一棵树都给他撒一下，每个人都给他嗡嘛呢叭咪吽啊！看到老人要念什么，在《华严经》进行品，你看到每一个事情都要变成一个菩提心啊，当愿众生。譬如说前面有个人腰痛，哎呀，你要观想，愿他的腰痛给我，愿我的虎背熊腰给他，让他健康。你要马上修这个自他交换，当愿众生。那你就每天就来广修各种功德，叫功德如树林。千万不要说我只喜欢布施，哎呀，我不喜欢读经，我只喜欢读经打坐，我不喜欢放生，或是我不喜欢那个，我只喜欢这个。因为你只是为你修，不是在为众生修啊。众生无量无边，烦恼 无量无边，所以法门无量无边你都要学，那这样你才可以成就佛道。所以功德如树林啊，精进如强风，那是要真实去做。最后四句话，各位再背一次：众生是父母，世界是道场，站在世间法讲世界，站在佛教讲法界是道场啊，地狱道、恶鬼道都是我们的道场，十方诸佛的净土都是我们的道场啊。然后呢，但是这一句话最重要，众生是父母，各位你要发愿啊，如果修行不敢发愿是不能成就的啊。今天你想要修慈悲心发菩提心，那想要甚至还要持咒哦，修密宗，那你要跪在佛前，任何一个生命都是我的爸爸妈妈啊。所以今天开始，你要把你老公当爸爸，好好的供养他；你要把你老婆当母亲，好好的孝顺他。哪有人在骂妈妈的啊？所以哪有人在对父亲苛刻的？那如果你从周围都做不好啊？我再念一次好了，家庭是道场。你怎么可能去骂佛像呢？男人是阿弥陀佛，女人是观音菩萨，小孩是文殊菩萨，你好好供养。你要度对方是要等你成佛，不是现在。你要改变对方，是你用佛的力量，不是用你的力量啊，不然的话你每次说，哎呀，我老公就是那种个性，哎呀，我太太就是那种个性，然后我婆婆是那种个性，凡夫才讲这种。你要有智慧，不能说这个啊，他是我修行的善知识，他是我的真善缘，他帮助我修忍辱，帮助我修耐心。别人骂你心里会不高兴，那个叫别人帮助你的我执，哎，你的烦恼让你现出你有烦恼，怕人骂啊，怕被看不起，因为你没有空性，哎，所以你旁边人才是你修行最好的助缘。如果各位不能够了解这一点啊，修行是在凸显自己哦。我在这边讲课，哎呀，海涛法师讲得不错，你看大家都乖乖的，这样我会下地狱啊。我只能说我自己是佛的弟子，愿十方诸佛菩萨加持我，让我所讲的是不离开正法的，而且很感谢诸佛的加持，感谢各位愿意给我机会修福报啊！我必须一直告诉自己这样，不然这个习性就会让我说
我像皇帝一样，你看各位多乖啊，不乖我就砍头。然后下回我就会以这个出家的福报变成一个皇帝，然后就造恶业了。啊，当然真正的菩萨，有人要造恶业，菩萨说我来杀，你不要杀，我杀我还可以超度他。就像济公说，若能学我必下地狱，对不对？济公吃肉超度他，你没有资格超度他，你干嘛吃他？济公喝酒变甘露，我们喝酒是醉醺醺的讲醉话。那如果你有那个阶段你可以做，如果你没有那个阶段你千万不要这样做。所以我简单的把基本的佛法跟各位报告啊，但是我觉得各位把它背下来对大家有帮助。再背起来，真上心、出离心、菩提心啊，就是整个佛教三字经，这九个字整个佛法都在里面，信因果、空性、菩提心啊。再来成佛六法，来慈悲心、忍辱心、利他思维、甚深愿、得甚深处、普度众生，成佛六法。再来我自己经常念的，来慈悲如大海、信心如阳光、智慧如虚空、菩提如高山、精进忍辱如大地、精进如大风、功德如树林、众生是父母、法界是道场、佛道愿早成、普度诸众生。发愿对呀，他观者者呀，阿弥陀佛，那也说哈。好，那我想大乘佛教不离念佛啊，当你念一句阿弥陀佛或念一个咒，那就包含这些修行的方法，从生信因果到出离心到空性菩提心，那你念一句佛，你念一个咒都要包含这个。所以我会建议各位慢一点念，不要赶这个功课啊，我做加行看谁做得快，对你没有帮助啊。菩提心不是赶快的，三大阿僧祇劫，宁可你念一天念108佛很慢啊，弥陀佛我马里边没有很认真的观想。如果你要修金刚萨埵，宁可看到老公就跪下来，哦，班扎萨埵哄，我向你忏悔，我勾引你跟我结婚啊，我向你忏悔，我绝对不会顶你嘴啊，向众生忏悔，众生在受苦轮回都是我的责任啊啊，所以要一一的忏悔，这样才有帮助。不然的话，执着一个法会让你骄傲，然后跟别人就格格不入，然后别人就厌烦你。老实说，你家人都不爱你，你可以度众生吗？啊，所以每次有人找我出家，我就问你家里爱你吗？我老公叫我早一点出家，你千万不要来。啊，哇，你老公都希望你赶快离开。如果他离开你，他哭得要死，哎，这个还可以考虑，啊，因为你人人爱，所以因为大乘佛教是为了结善缘度众生，不是做一个被讨厌的人，对不对？如果你没有魅力，怎么会有佛力啊？但是一个人有魅力，这么柔和，那是百千万劫的被伤害忍辱而得来的，才有一点魅力。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各位要问问题了。啊，我希望各位今天问一点有水准的，你看我有没有菩提心？你看我忍辱，佛陀100分，我几分？啊，然后找出自己的不圆满，哎呦，赶快来精进，对不对？这样比较圆满一点。